一个贵宾接待室，开了多少钱？看他们在玩啥呢？现在刚出这个秋瓷，我的警犬在这。然后呢，这边是一个什么休息区呢？叫做，我看看啊，这个叫做新什么休息区吧？刚才我在后面这个卡口被拦下来了，拦下来以后让我做一件什么事呢？就是让我到这个休息区旁边啊，这边有个岗亭，让我在这儿抹一鼻子清凉油。我现在抹了一鼻子清凉油，现在人比特别精神了，比喝红牛还管用了。这个这是这边的一个警察的一个便民服务嘛，挺好，点赞。哇，这个人一下精神了，不知道他为什么就让我抹清凉油，其他人不需要抹清凉油的吗？这什么酒？当任的，我告诉你。小瓶十块。啊，大瓶的这个。大瓶这个大瓶。啊，我出去。能够尝一下吗？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你尝一下。什么味道？有点冰啊。嗯。喝小孩可以，这个尝十年可以。啊，小孩也很能喝。你挺想喝的。来拿一瓶。你有微信吗？啊，有，啥都有。已经炒好的吗？嗯，已经是熟的是吧？熟啊，直接可以吃。毛栗子。这种菜盒子里面居然是绿豆馅的，这地方产绿豆吗？它有放绿豆？不知道呢，它是不是想把金鸡饿的？怎么不放小龙虾啊？这肯定不成小龙虾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新鲜的无花果，是吧？对，这是新鲜的无花果吧？好、啊，这样，看到挺香的。要一袋多少钱？十块钱八个。哦，十块钱八个，新鲜的无花果。那十块钱能吃饱呀？哈哈。嗯，方便。走吧。哎，再见。玩的愉快，再见。这个都是炸的吗？这炸的茄子。这个炸的蘑菇，炸蘑菇应该挺好吃。嗯。炸的，哎，好不好吃啊？妈妈炸蘑菇。嗯。好吃的都挺好吃。嗯。妹妹控制不住了，你别动，这个不是给你吃的。嗯。对。库车，我们继续前往喀什。在温宿附近，我们转入一条无人小道，经过一段无人区以后，通向一个大峡谷。